调音调得好，人生才会好。对对对，就是大家都是讲广东话吗？是吗？是比较多人讲国语还是广东话？真的真的吗？哇，好感人啊！继续让这个节目就往下走了。下一首歌是一首，也是新歌，叫《把我踢开》。然后，其实我觉得可能在座有很多人都是跟我一样的，就是那种就是话不会，就是平常都一直默默在做事，但不会一定做任何事情要让别人知道，但是你就是一直默默的在做。但是这种很怕的就是，因为别人很容易觉得你是一个比较没有利用价值的什么的，然后就很容易被人家摆到那个墙角去。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在墙角的也是一种很好的位置。所以伯龙哥，总之就是祝大家永远不会被这个生命还有身边所爱的人所踢开。耶、yeah. ！然后这首送给大家，耶、yeah.。就像
我是笨蛋，需要你。